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顿渐品第八。有一童子名神慧，襄阳高士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何施主？试说看。慧曰：以无助为本，见即是助。师曰：这沙弥整合取赐予？慧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助杖打三下云：打汝是痛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眼，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于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悔恨，汝向前见不见是耳边，痛不痛是身面。汝自信且不见，感而弄人。神会礼拜悔谢。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密路；汝若心悟，即见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见，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礼百余拜，求现过眼，扶请给事，不离左右。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味无面，诸人还是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相如道，无名无字，如便唤作本源佛性。如相去有把毛盖头，也只成个知解中途。祖师灭后，汇入经络，大弘潮汐顿教，著显宗迹，盛行于世，是为何者禅师？师见诸中但问贤起恶心，多及左下，敏而为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业，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结作礼，请示于师。神会十三岁来参拜六祖，那么六祖啊和神会之间进行了一段语言上的交锋。神会以自己的知见学习佛法，谈论呀佛经，认为佛法呀是见啊或不见，亦见亦不见，亦疼亦不疼。六祖说：打你
打他身上，说你疼不疼呀？他说一疼一不疼啊。这是啊，学习了佛经禅宗的语言，但是呢是用分别的心，用眼耳鼻舌身意的知识去试图驾驭佛经，驾驭佛教的概念。那么被六祖痛骂了一顿。我们大众学习佛经往往也是如此，喜欢呀用我们现在的境界试图驾驭佛经，应用佛经比如说《金刚经》里边呀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么《金刚经》是不是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呢？《金刚经》说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呢？我们学习佛经就知道了这是佛呀教菩萨法。佛在印度普遍教授众生四谛法到龙宫给龙王以及大海众讲十三业道经，对于迷惑的众生，对于呢在梦中未醒的众生，给他们说的呀不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呀，因为那个阶段如果说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大家不理解，因为我有身体我能活动，我有种种的我那么对于这个阶段是不能这么说的，这么说以后大家是理解不了的。那么这个阶段应该告诉大家，我们之所以造成呀现在的状态，之所以形成现在的问题感受种种的恶浊，是因为我们造作了恶业，是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错了。那么在这个阶段要指导众生呢，要断恶行善，由恶浊的状态提升为殊胜的状态，再进一步呢慢慢清净的状态对众生现有的执着现有的状态要说四谛法，说苦集灭道，告诉大众现有的种种的苦是我们不明执着造作了种种的业力产生的形成的。我们知道这些呢，知道我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要把呀因破掉，要把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破掉，回归到我们本源的空性，我们这些的苦就没有了，这些的苦就不造作，同样也没有承受了就可以回归本源了那么对于菩萨看清楚了我们这个山河大地的根本原因了，看破了世间的种种幻象了，对于这一部分的这个层次的修正的人，才可以说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呀，因为他们能理解，他们的境界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了。那么佛在教育这个层次的人说，我们应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教给大家怎么去生心，怎么去应用我们的种种的德能。如果佛到龙宫了，和龙王和所有的海族说应无所住而生心他们是不理解的，因为他们天天被自己的业力推动，天天是为了自己的口腹去觅食，
去啊吃别的动物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动物的本能，动物的业力啊，每天呀、已经形成习惯，看见了就要吃，不吃呢自己没法生存呀啊，身体需要啊啊。我们如果和这些海族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估计啊人家摇摇尾巴游走了，继续去捕食去了。所以对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众生，应以不同的教授啊来影响他。但是所有的教授呢他都是连贯的，慢慢的啊用戒食善，用四谛法这些基础去教育那些呀基础人群，让他们呢慢慢的从身见，从执着，从无明中慢慢的转化，由执着于恶转为执着于善啊，对于这一部分众生他已经提升了，进步了，再进一步的呢啊把它提升，慢慢清净，慢慢的呀从分别执着的种种境界中间走出来，放下了，看淡了。他真正放下了，看淡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呀再进一步的跟他说明我们这个世界呀啊它是虚幻的啊。我们看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呀啊，再说这些，说了就有触动啊，就有感受，慢慢就认知，知道这是正确的，于是呢我们的身心世界啊通过修持就进一步的提升啊。佛法呀教化都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提升，佛教授众生啊证得阿罗汉果位了。所谓的阿罗汉实质上呀啊就是让我们身心世界通过修正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知道一切呀都是无我，通过修正把所有的啊过去轮回的业力消除了，终止了，不再被业力推动了啊，回到我们的空性了，这个时候他是阿罗汉。所以佛说啊，在《金刚经》里边提，佛所说阿罗汉啊，实无阿罗汉，是名阿罗汉啊。佛的修行不是说获得一个什么，得到一个什么，是让我们从迷雾中走出来，不再被业力牵缠了，是无所得。那么再进一步才能够提出来怎么看待万事万物，怎么去运用万事万物，我们自己的本心本性是什么状态啊？怎么去建立万法呀？那么六祖或者佛以及那些正悟的祖师，他们都做什么工作呢？都是呀将那些成熟的众生慢慢的呀唤醒啊，从梦中的执着，从梦中的呀修行佛法唤醒啊，清醒了，真正的知道佛法是做什么的，佛法的功用是什么。那么大家一旦醒来就能够呀正确的看待佛法了，正确的修持佛法，正确的运用佛法，那么自己啊就可以灵活的掌握，一直啊修到成功。同时呢在修行过程中间看到种种的颠倒，种种的梦想，运用佛法，运用自己掌握的能力，再去形成种种的方便啊，来去引导众生从梦中醒来。
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没有醒来，如果我们还在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范畴，那么虽然呀嘴巴上说的都是呀佛知佛见啊，虽然我们谈论的啊也特别像六祖呀啊祖师们说的那些佛言佛语啊，在别人看以为我们懂了，以为我们悟到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分别之中，因为我们是在啊根尘识这个范围之内说出来的，掩不住的胡骚味，掩不住的习气的恶臭味，很容易被人家识破呀。而且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醒来啊，一旦遇到无常，遇到死亡，那么这些功用都起不来呀，我们依然会被业力推动去轮回啊，没有用处的。所以啊啊，六祖在这里啊一针见血的把神会那些呀、啊、知见给他戳穿了，明确的告诉他啊，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密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见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何不自见自知之见啊，乃问吾见与不见。六祖这里明确的告诉大家，你如果心里面还是迷惑的，没有看到本来，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呀啊去寻找善知识，问路啊，问这条路怎么走，怎么回归。因为什么呢？因为六祖说了，我自己看到这条路了，看到本性了，回归本性了啊，这是我的事儿，我代替不了你啊，你迷惑着还是迷惑，我已经看到了，我就看到了，我不能代替你，你也不能代替我啊，这是自己的事儿，你自己迷惑了，想修道证悟得靠你自己向善知识问来路怎么走，自己去走，你走过来自己悟到了，你也就悟了，谁也代替不了你。这是六祖呀诚实之言呐、啊，我们应该理解啊，应该接纳，应该学习啊。我们现在离禅宗啊啊很远啦啊，离本性很远啦啊，我们现在按照佛指导的道路啊，末法时期我们呀修念佛法门，念佛得度，按照净土三经的原理，老老实实的念佛，心愿念佛，老老实实的按照净业三福的要求一一的落实，积累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使自己成为善男子善女人，然后呢临终念佛往生西方，到了西方以后，我们能再随着阿弥陀佛再进一步的提升，一直到成佛。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同样是解脱，解脱法门啊，同样是为了回归我们的本心本性，只不过和禅宗相比呢是走了不同的路而已啊，啊，目标呢是一致的。那么现在的人按照禅宗方法修持，可不可以呢？啊，已经不太行了，因为我们自己已经不够格了，不具备啊
当年这些祖师们的根性了。所以呢，佛呀就告诉我们啊，这三个阶段，正法时期持戒得度，下法时期禅定得度，末法时期念佛得度啊，这是佛根据我们众生的根性，根据不同阶段众生的情况来做出的判断啊。我们现在离下法、离六祖已经很远了，我们已经啊不具备这些呀根性了。那么我们选择净土法门，这个适合我们现在的众生啊。我们不要不服气，不要认为我们能修禅定啊，总想试一试，在实践中间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远远达不到了。像六祖啊，当年呀就见到啊，诸宗难问贤起恶心，当时修佛法人啊都来问难于六祖，都用自己的知见，都用自己的执着啊，都用自己的恶心来问难六祖。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呀修行过程中间含起分别呀，还有善恶，还有执着呀，还有争强好胜的心呢啊，用这样的心去学习佛法，学习佛经，用这样的心去修持是不行的啊，是修不出来的啊。那么什么样才能修呢啊，什么样才能修成功呢？叫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净除，无名可名，名为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必须先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把自己的根尘识消除呀啊，把自己的所有的一些知见要消除呀，把自己五蕴消除呀啊，消除了以后回到了本性啊。本性是什么呢？把眼耳鼻舌身意啊，根尘识，把自己啊知见中的种种概念消除啊，解脱涅槃啊，统统要消除啊，把五蕴要消除。这些消除了以后回到了本性啊，才能解脱呀。本性是什么呢？本性是不立一法呀。我们看看自己现在还抓着什么呢？执着什么呢？如果还有执着啊，还有种种的疑惑啊，我们离本性还很远呢，看不见呢。只有回到了本性，本性是什么？叫无二之性，就是本性，就是实性。有了分别啊，还在想着你我他，还在想着啊长短高低啊，这些呀都不是本性啊。回到了本性，才能建立一切教门，才能教化一切众生。建立教门的目的也是为了呀让一切众生放下善恶的区别，放下一切的知见，回到本性，也是为了这个啊，这是根本啊。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根本，我们去学习佛法，去运用佛法呀，往往就错了啊，往往还是在我们自己啊眼耳鼻舌身意里边打转转啊，依然呀在分别之中去分别佛法，这样学习佛法呀是没有意义的。